大家好，我是杰西，欢迎大家跟杰西一起收看12月22日的英文新闻。首先我们要看到的是麦当劳的新闻。麦当劳什么新闻？涨价了吗？涨价不会上国际新闻。杰西今天在看日本的新闻，跟就看到BBC 又报道了。好，我们来看一下什么问题出现了。 The world's biggest fast food company McDonald'sIs suffering a chip shortage in Japan due to the global supply chain crisis. 好，这个龙头世界上最大的速食餐厅就是麦当劳。注意一下，它有打一撇加 S 在英文的餐厅当中，很多都是用取这样的名字，比方说 TGI Fridays， 你可以注意一下，它有打一撇加 S， 表示谁谁谁的，好，麦当劳的餐厅这样子的意思。Is suffering， 好 ，suffer 就是一个啊不好的字，承受到啊受苦受难都可以叫 suffer。好 ，a chip shortage 是短缺，所以他们缺什么呢？好 ，chip 我们之前讲到这个字的时候是用在讲晶片，全球晶片短缺，对不对？在这里麦当劳会缺晶片吗？他又不是做汽车，又不是做电子用品。好，这里是 BBC 新闻，所以它的 chip 代表的是薯条的意思。好，英国最有名的食物是什么呢？ Fish and chips， 炸鱼跟薯条。那美式我们一般就讲 French fries。好，美式的 chip 的话会是什么意思呢？薯片，洋芋片。假如你在美国讲 chips， 人家就会说，觉得就是你要吃的是洋芋片。可是你在英国的话 ，chips 就变成薯条。好，有时候美式、英式的英文会有点点的差别。好 ，due to 它是一个片语，后就是因为怎么怎么样，它相当于 because of 后面加一个名词，就是原因。好，原因就是世界的供应链危机，好 ，supply chain 就是供应链，好，因为那个货船都卡在各个港口这样子啊，进货出货的这样子的危机。然后另外这文章里面有讲到啊，加拿大淹水很严重，所以这个也影响到，所以他们就没有足够的薯条进来。好 ，crisis 是危机，那没有薯条怎么办呢？我们来看一下美国啊，不是美国，日本的麦当劳怎么做。McDonald's Japan will temporarily limit sales of medium and large-sized French fries as a proactive measure to ensure customers can continue to enjoy McDonald's French fries. 好，我觉得日本人很妙，他怎么做？好，日本的麦当劳将会 temporarily 就是暂时的 limit 动词在这边限制什么呢 ？Sales 销售什么 medium 好。中的 and large size French fries， 好，对不起，现在没有中包大包的薯条，我们现在只卖小包的薯条，为什么？好 ，as a proactive， 好 ，proactive 就是一个很积极的 measure 是措施，好 ，to ensure customer 为了要确保这个措施是为了要确保这个 to 是 in order to 的 to， 确保他们的顾客好可以怎么样呢？确保顾客可以 continue to enjoy McDonald's French fries 可以继续享受麦当劳的薯条啊，这什么意思啊？因为小包，我们只要有卖大包的，我们可能只能卖给一个人，好，全部小包我们可以卖给两个人，类似这样，好，数量不知道，所以就可以服务到比较多的客人，这样子的意思。我觉得日本人的思想还蛮有趣的，分享一下这个新闻。他们在我看日本的新闻，他们还采访日本人，日本就觉得这样子很伤脑筋啊，买一包小包的又根本不够吃，那这样就要买两包小包的，好，那这样其实价钱就会比较贵，会比一包大包贵，所以大家可能不会买这样子。好，回来 The world's biggest fast food company McDonald's is suffering a chip shortage in Japan due to the global supply chain crisisMcDonald's Japan will temporarily limit sales of medium and large-sized French fries as a proactive measure to ensure customers can continue to enjoy McDonald's French fries. 好 ，BBC 的新闻，我们来看一下。Trip 刚刚有讲哦，在英式英文的话是薯条，在美式的话是洋芋片。那么另外它有晶片的意思。好，这是 Trip。Number two, French fries， 然后就是美式的薯条会这样子讲，有时候也只讲 fries 这样子。好，第三个 shortage， 好，短缺，你可以看到 short 这个字在这边，对不对？就是短的意思，好，短缺的名词。第四个 supply chain 啊，就是供应链。Supply 就是你的供给，那需求是什么呢？需求叫 demand， D E M A N D。
哦，第五个 temporarily， 好，这是一个副词，暂时的。好，那相反就是 permanently 就是永久的。好，它不是永久，它只是暂时不卖大包跟中包。那 extra L 那个超大包，台湾有那个特大包，不知道日本有没有？好，应该也是没有吧。他们好像就是只卖小包而已。好，再来 proactive 形容词，积极的、主动的，就是我先去做这个事情，以防之后会怎么怎么样。active 本来就是积极的意思 ，pro 的话就是赞同的意思。好，之前有讲过，就是有听到过的人，不知道还记不记得 pro-life、pro-choice 这是什么意思呢 ？pro-life， 我写一下好了，可能万一之前没有听到过的话，就知道一下。好 ，pro-life 这就是在讲堕胎啦 ，pro-life 就是我觉得生命是重要的，不可以堕胎。好，那什么叫 pro-choice 呢 ？pro-choice 就是我要赞成，我要尊重选择。所以选择是重要的，好，妈妈可以做自己的选择，就是可以堕胎的意思，好，这是 pro-life pro-choice 的意思。好，第七个 major 名词就是措施。第八个 insure 好，就是保证怎么怎么样，好，它是比较书写的字会看到。好，第二个我们来看到的是在印度，好，女生可以穿裤装跟男生一样，这有什么特别呢？好， A row has broken out in the southern Indian state of Kerala after a government school allowed teenage female students to wear trousers. 好，这个 row 这个字在这边是争吵、吵架的意思，就是意见不合。这个字你觉得它很面熟，对不对？它可以念 row。R-O-W 可以念 row 是一排两排的那个排，可是讲到争吵的时候你不念 row 了，这时候你念 row， 好，英文是很妙的，就像我们的破音字一样。好， broken out 爆发了，好，在哪里？南印度的这个克拉拉邦这个地方。好，为什么爆发呢？ after 好，在什么事件之后爆发呢？政府的学校，哎，这是公立学校啊，政府办的学校就是公立学校。Allowed 允许 teenage female students， teenage 就是青少年，好，你数数字嘛，到12之后 ，13 是不是13 ？14、15到 19， 这个都是 teen 这个年纪，好，就是 teenager。好，在这边的话是 teenage female 女性的学生，好，可以穿裤装。好，那不然他们本来穿什么呢？好 ，Come on, it's a beach， 大家可以看一下哦。这是有另外一个看电影学英文的那边就讲到，他们本来是穿像这样子的，好，不可以穿裤装，要穿像这样子的。好，那现在呢，他们就哎，女生也可以穿裤装了。好，这是一个就是一个进步这样子。好，我们看里面的学生怎么说呢 ？Ours is the first government high secondary school。Higher secondary school that's gone for the unisex uniform. I feel like I'm part of a revolution, she said. She adds. 好，就杰西从当中取出一段，就是让大家知道他们的想法，女生的想法是什么。Ours是我们的学校，这叫所有和代名词，所以它后面不会再加别的东西了。我们是第一个公立的。好 ，secondary school 的话是。中学，这是英式的，这也是 BBC 的新闻啦，今天看的都是 BBC 的新闻。好，在英式的话 ，secondary school 的话，可以从11到18岁，就国高中的意思。那 higher 的话，这边指的就是高中。好，后面这里是一个形容词子句 ，Let's go for the unisex uniform。哦 ，uniform 就是制服，对不对？好 ，unisex 是什么意思？统一的性别就是不分性别的制服，哎，这也很棒，在台湾也是啊。为什么女生一定就要穿裤裙子？好，女生的制服一定都是裙子，男生的制服都是裤子，哎，这有一点就是性别的差异。为什么女生不能穿裤子？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好，杰西呢的外甥女就觉得穿裙子很麻烦，所以比如说她觉得穿裙子，好，上学，然后到学校之后。再换裤子，裤子很方便啊，在这个新闻里面大家有兴趣也可以去看一下。好，那我们再看一次，再来看单字。 A row has broken out in the southern Indian state of Kerala after a government school allowed teenage female students to wear trousers. Ours is the first government higher secondary school that's gone for the unisex uniform. I feel like I'm part of a revolution.
好 ，revolution 刚刚后面没讲到，他觉得他是革命的一部分，你知道，革命不成功，没有了，就是一个改革啦，改革的一部分，好，一个新的改革的一部分，这个女生就很兴奋，这样子。哦，第一个 raw 名词真草，好，不是 raw， 对不起，我刚才讲的 raw。争吵的话要念 row， 不可以念 row。好 ，row 的话是一排两排，好，第几排的那个排。第二个 break out 是片爆发的意思。第三个 trousers， 好，这个字你在美式英语比较少看到，这是英式英语裤子的意思。好，美式英语叫什么呢 ？pants。好，美式英语的 pants 就相当于英式英语的 trousers。其实你也觉得、好多字，我要怎么记？你常常看到就知道了。美式的时候都会看到这个字，英式几乎都看到这个字。好，第二个 second， 第四个 secondary school。好，这个 second 就是第二的意思，对不对？第二个学校，你先上小学啊，再来上中学。好，中学在英国的话可以是11到18岁。那你说在美国的话呢？好。就是他们会叫的名字有点不一样，另外还有 middle school 中间的学校，好，就是中学，然后还有就是会讲 junior high school 跟 high school， 哦 ，junior high 就是高中，啊 ，junior， 对 ，junior high 是国中，对不起，我在干嘛 ？junior high 是国中 ，senior high 是高中，对不起大家，写下来给大家看一下。Junior High， 好 ，Junior 是比较小的，这是国中 ；Senior High， 好，这是比较大的，是高中，这样子的意思啊，都是中学，都可以叫中学。台湾也是啊，台湾的中学有国中跟高中部，对不对？好，再来我们看到 Unisex， 好，不分性别的，好，就是单一个一个性，好，性别的。Uni 的话就是单一。有没有看到 uniform 制服，大家都穿一样的衣服，对不对？还有一个字叫 unicorn， 只有一个角的，就是独角兽。好，所以有一个 revolution 就是名词，革命的意思，有改革的意思啦。The French Revolution 就是法国大革命，好，改变了很多事情。好，最后一个我们看到的是疫苗的新闻。大家要不要猜猜看哪一个国家要打第四剂了？好，当然是以色列。Israel says it plans to become the first country to roll out a fourth dose of the COVID-19 vaccine as the country prepares for a wave of infections driven by the new Omicron variant. 好，以色列说了，说什么后面名词子句，这个 it 指的是以色列，计划要变成第一个国家，什么样的国家呢？后面的 to 这边的片语去修饰这个国家， roll out 就是开始，好，展开一个制度， fourth dose 第四剂新冠肺炎 vaccine 疫苗的第四剂。好， as 就是因为或当什么什么时候，好，因为这个国家要准备 prepare for， 好，这个 for 固定的用法，为什么做准备呢？ a wave 是波，一波新，一波感染。这个感染是怎么样的感染呢？后面有一个分词片语分词构句修饰这个 infection。 好， driven 就是被怎么怎么样的意思，好，被这个驱使，它有驱使来自于哪里的意思，来自于新的这个 Omicron variant。 好，这个 Omicron 的 variant 就是变种病毒引起的一波新的肺炎，所以他们就要打第四剂了。这个国家真的是速度非常的快。今天有看到新闻，美国现在第三剂，你去打的话，好，你打第三剂，这个给你$100，比台湾多吧？台湾100元，100台币，就好像那个整个排队排了很久了。好，美国多大方，一次给$100，你去打第三剂的话，好。来，这也是 BBC 的新闻，我们再看一次，然后我们来看单字。Israel says it plans to become the first country to roll out a fourth dose of the COVID-19 vaccine as the country prepares for a wave of infections driven by the new Omicron variant. 好，这里没有什么单字。第一个 roll out 就是开始实行新的制度。第二个 infection 好，这一直看到就是感染。最后一个 variant 就是变种的意思。好的，那我们今天就看到这边，非常感谢大家宝贵的时间，喜欢的话欢迎按赞，其实有脸书 blog 跟 YouTube 频道，都欢迎订阅追踪分享。
好，明天又是星期四了，有空的话就会制作新的影片，没有的话就下次见了，拜拜。